方法他是怎么样看这个啊？他们跟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观察点啊？有没有共同点？Common point。这个方法一开始的时候，你跟他谈论一个题目，他们要喜欢去谈的任何一个题目，对不对？所以他有兴趣的，我们拿到一个共同点，一起去谈，然后呢，慢慢走下去。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虽然是有一个共同点，然后这个方法要注重这个有没有这个 common ground，有没有？有没有 common ground？不是共同点，这是这个共同的基础。这共同的基础没有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告诉大家嘛，对不对？因为你看这里面的东西，还记得吗？这里东西里面所谓的证据足够还是不足够？不是看足够还是不足够，所谓足够跟不足够，根本跟这个证据的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角度怎么去看嘛。所以你去网络上有些辩论啊，什么，基督教啊跟非基督教的辩论啊，究竟有没有这个基督教的神存在还是不存在？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他提出一些的论据，我们看了真可笑啊！这个理由都可以证明基督教的神不存在吗？有啊，我在网络里去看，哇，他们说神是可以证明出来是不存在的，绝对能够证明，他说绝对，根本你找不到，怎么能绝对啊？没有可能的，只是说他是从他的观察点去看，对不对？所以这个写出来有一个，我们有一个 common ground，common point，任何一个题目大家要讨论的，但是有没有 common ground？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没有 common ground，就是因为大家都用大家不同的参考点，不同两个参考点去看同一个事物，对不对？所以看出来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这个缘故，所谓的资料，所谓的证据，所谓的资料，所谓证据，有没有所谓没有偏见的证据？对，包括我们基督教所提供的都是有偏见的，因为我们是从某个观察点去看这个事物出来的，明白？是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他又说没有 raw material，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啊，没有所谓的，没有经过这个观察点出来的所谓的证据，这就解释我们第四章里面所讲嘛，就是说所谓的基督教的神。这个他是耶稣复活了，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呢，它背后其实是有足够的证据，对不对？你看到很多耶稣复活记载的这些，我们要超过3个、4个这个这些的古典的文献所记载的，但是事实上你要看这个尼禄把火烧。这个罗马城啊，这个事件里面其实只有两个记录，但是我们已经相信它是从在历史里面是曾经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历史的证据在哪个时候书不是很普遍，纸张不是很普遍的时候，它已经有3个、4个这种的记录很有名、很可信的人。这些历史学家他也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他怎样记载就已经有他的分量在里面但是人不会看重这种分量的因为他有他的参考点，所以有些 raw material，所以你要讲的。
好了，那我们跟他讲的时候，我们，但是请你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他心中里面都怎么样，他都知道他心中有没有神存在，有还是没有？圣经讲了嘛，对不对？大家都不肯听，圣经怎么讲啊？罗马书怎么讲啊？自从怎么样，创造天地而来，神的什么？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成，对不对？看不到的，但是，然后，这个都是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神加维怎么讲？他说，神做人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这个神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他也就把这个宗教的种子，他要把神的意思这个东西放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深处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你跟他谈的时候，虽然他口里面他是，可能他因为他的参考点啊还是怎么，他会反对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圣灵会对他心里面动工，他是知道他为什么神是存在的，可以吗？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有这个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去辩论，我们就看到尽量的两个方法，然后就好了。这个是几个方法一些的特征，所以你介绍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到这个方法有什么策略啊？他的方法是怎么样？这个方法的策略是怎么样？策略啊，是怎么样？哎，不是，不是，他是50-50嘛，知己知彼嘛，对吧？是一个不直接的方法，他首先不会怎样去攻击，不会先讲我们的东西，所以你要50-50讲这个策略，所以你再看书里面的第六章，你就发现他所谓的。差呢？我们第一部分呢是先是把它拆掉，然后才说，拆掉以后就发现我们基督教这个神的存在是可行性已经很高了，因为你的观点已经给拆掉了，然后我们才邀请他来到我们这个范畴里面去看这个事情，可以吗？所以啊，好了，就是简讲，说你写这个1000字的时候。比较从这个宏观里面去观点去写哈，还书里面还有一些的重点，你就试试看去再去看第五章、第六章，不是第9章、第10章，去看就是这1000字就是这样写了，可以吗？分数多少？也是20，也是跟这个测验一样，也是20，所以这个20两个测验20、20，然后。所以你第一次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呢，有些同学做的不好呢，也不会灰心，为什么呢？因为只是20%，你后面做的好了，你就好了。还有你的 attendance 跟你的 professionalism，就已经把你的分数已经怎么，已经调高了，所以你做的不好不用灰心，因为主要的分数还在后面更多。做得好了也不要太开心，因为也是一样，主要的东西很多还没有写好，还没有做好，可以吗？好了，还有什么要做啊？这个是30%30%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也不要多2000字。2000，不要1000到2000，2000字以内，就，对，2000字以内，这 around 2000了，不要1000到2000了，相差太远了，2000以内，对，
2000吧。所以你写的时候呢，我已经告诉大家要怎么写啊，就是也是分两个部分嘛。首先的1000字，你就先把它有一个怎么大概的 summarize 啊，summarize 它这本书是写什么东西的啊，叫做题目一下。但是写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太这个微观去写，不要太过怎么讲啊。都是比较宏观一点，因为你1000字怎么，譬如说你要写几本书，你1000字综合它里面的内容，你能写得很仔细吗？对呀，不能啊。所以如果不能呢，这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出就是也是这个方法嘛。我们讲很多，哈，我们要讲很多，但是我们比较是 summarize 它的，然后比如说。有一点的啊，批判性的，又从宏观，你说你看这个书的架构是怎么样的？你看这个书的架构，从这个架构里面去讲出来，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教导大家有一种的批判性的去看一本书，一本书它好还是不好呢？所以你要怎么讲啊？有时候，我的大儿子现在在念书，他在念 grad school，他就看老师给他一本书，他要写，他就告诉我，他说，Daddy，这个书呢我看过了，我内容我全懂，但是呢我写不出来，我说你写不出来就是不懂，为什么？因为你。有时候你写书，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呢，你把它的内容都看完了，都懂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他背后有没有原因啊？对了，他的目的，他的他，所以这就是从这个架构、宏观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好像，我在这里教书啦，对啊，我们这个是第九堂了哈，我来这里教书目的是什么？我就是要你学这个方法啊，就这个，你看我们评分数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有时候也是一样嘛，因为很难。我就发现，大家做这个作业，譬如说这个同学刚刚交起来，哎，根本没有做好，对不对？今天就要交了，这个是，譬如我们要attendance 跟这个 professionalism，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来学东西以后，老师来也要怎么？我也要准备啊，对不对？我们改你的卷，其实还可以很快啊，去，好，做简用吧，好，完了，哎，但是为什么要只是要看给点评语啊？那是什么原因啊？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的背后，你来当然你来学这个东西背后也有一些原因啊，是我根本没有兴趣，是强迫的。还是怎么东西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好了，你讲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做一个book review 的时候写个 book review，还是说你要写一些文章的时候，文章当然有内容啊，对不对？但是你写这个内容的背后有动机吗？它这个架构里面。用的合适吗？他要表达这个动机，他的表达这个目的，他怎样写出来的目的，他的编排他这个可以吗？看到吗？所以我的大儿子就跟我说，他说：“Daddy，我看这本书我是完全明白了，其实我知道。”我说：“你明白为什么不能把老师要你写出来但是我就告诉他，你明白只是什么？”你明的只是内容，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内容背后它一直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你能拿到这个了，你再去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东西了。我今天讲比较玄还是不玄，玄还是啊，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的时候也是一样嘛，所以不但要看这个证据嘛，其实是有一个背后有一样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都是要啊、我们要我们就说嘛，我们学书这些是一个读书要学的，是一些的方法，好不好啊？你要学，同学就问我，就是我们 break 的时候，你就问我们，哎，为什么你就是问我怎么能够像我一样，对不对？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学的时候，老师都是教我们的方法，内容。内容当然学了蛮好啊，不是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整个自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整个思想的方法，这个都是要去推啊，需要讲这个，可以吗？啊，就是所以要试试看，所以你一千字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看这书里面的它的架构里面，你必须要从这个架构里面讲几个内容，你不能就是很微观去走去，因为一千字怎么能把这本书，譬如说是两百多页，对不对？你怎么能写出来？就是讲好了，那另外一千字是什么呢？另外一千字你就要做功夫，你就要做这个去评论它，这本书好，为什么好？不好？为什么不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看譬如说这类型的书，你就必须要在坊间里面你要看过同类型的书，你就是不用全书，他哪本全就翻过了，就是看书都是这样看嘛，对不对？看看前面，看看后面，它的架构是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这本书写的为什么好，你有些角度去比较看到一点东西，所以你做一点的学术性的一些的去评估它是写的好还是不好，不要单单写什么我喜欢，我的感受是什么啊，这个是你的 reflection 啊，你的灵修的这个我们不需要你写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你比较是从这个有客观的理由去看，去评估，啊，好不好？然后你就会，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欣赏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方法，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它怎么能够使用啊？这些都是在评估里面，可以去思考啊，去发展啊，去推动出来。好吧，这个是另外的一千字啊，怎样去写啊，这个是30%， 就是看你怎么去表达去思想啊。好，那加起来就刚刚是 100% 啊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不用你写的太好，但是你前面说的一千个字也是基本上以宏观的为主逻辑，大概的这样写出来。前面的一千字就是。对啊，全都是从这个宏观去观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表达一下，你在评论里面你才从这个有些比较实际的一些观点，你可以评论里面探讨一下。这是这个比较小的点啊，比较微有一些微观的点啊，去在。比如说
你写这本书，你就看到我们的四章、四章、四章嘛。头四章是讲什么？中间四章是怎么？为什么要怎样去铺排啊？然后它最后四章是什么？因为根本说它是一整，你的评论它是一整体吗？因为根本它最后四章是讲这个方法嘛，因为这个方法就是五十五十嘛，是不直接的嘛，就是比知己知彼嘛。所以你就看到头四章是要讲这个，他要啊。这个巫教的方法，他的对手，他的敌人，他的挑战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从这个架构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好了，然后他另外的中间的事实，因为他这个方法是怎样嘛，就是讲到是不直接的方法，然后他要把人家的这个这个挑战的东西理解，我们怎么样去挑战人啊。然后他，但是我们本身，我们是有前设，有什么前设的方法？是这个是关于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东西嘛？你就可以这样写下来，可以吗？然后你就跳到，这个方法，这个他就开宗明义的就讲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也是这个头一千字里面可以比较好的去表达一下。那这个可以吗？这样写。好，就试试看，慢慢你们通常的作业要写几多字的？一门课差不多两千字左右。那就差不多了。对，不要是超过两千字的，好好去比较去慢慢去写一下，写了以后比较更明白这个书里面的。但是我们主要我们讲的不是写这个书，我们要写到另外一个，那为什么？譬如说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卡夫这个忧虑这本书？它也是一个巫教学里面的作品呢，我们下次再谈吧，好不好？这个我们下次再谈论。但是基本上我就是让你去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做学好。哦，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我们做低头祷告，好不好？亲爱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去学习关于巫教学的东西。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当我们去探讨这些东西的时候，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明白，然后能够我们明白以后，我们认识这些方法以后，主啊，你的灵也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把一些的朋友不信的人能够带到耶稣的前面，让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能够相信你，好叫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能够拿到福音的好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些方法里面求神的灵感动我们，给我们智慧去明白。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功课了解以后，我们就去继续讲述了。迟到的同学就又在，因为有录音嘛，就是在听这个课程里面，这个因为是关于做怎么写这个功课的，对你很有这个切心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你就好好去看看。上次我们就讲到第七章嘛，七章就是知己知彼哈，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头四章讲什么方法都好。最实在的就是我们内中的怎么使用解决方法。我们第五章讲到我们这个前设是什么，然后我们第七章我们就看到更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带领人去为这个福音去辩护，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了解是回到最基本的，最基本是什么？第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怕人，只要什么？怕神。怕神，所谓怕是敬畏神，有些人
他总不会传福音的，总不会为基督教去辩护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好像圣经所讲了，我们在军中从军的，我们要听神的话，有时候神把这些朋友带到我们的旁边，那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把他们为福音去辩护。然后第二的要点，回到最基本的是怎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有时候在辩论里面，你从这个 argument 里面你能胜过他，但是他还不信。所以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单单要从这个理论里面要胜过他，因为最主要我们是要把他带到，我们是攻破他的营堡。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不是要攻破他，把他打垮，最主要是什么？对呀，这个是很重要，邀请过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谦卑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就是我们解释的这个为什么这个戴德生他的内地位在我们中国里面的福音工作能够打开这个中国的门啊。以前都是都是称呼我们中国是这个顽石顽石啊，你怎么样才能低头了？石头怎么能低头了？一直都不成功，一直要等到有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能够让我们看到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去顺服了。那这一点是很重要比如说这个Manhattan 这个教会里面这个Timothy Keller 他的教会的发展，他也是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这个谦卑。然后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也是讲到他跟这个哥伦多教会都感觉他还蛮有恩赐的教会，他感觉他很棒，其实他根本不棒，但是因为他感觉他很棒好厉害。然后保罗怎么跟他讲保罗不是说我也好厉害不是，保罗乃是说我跟你谈的不用什么高言大志乃是用什么十字架的道理他用的是圣灵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要注重的。还有这个法兰西斯他在哪个，你看到这些人他在他的哪个年代里面，他能够一般人都不喜欢福音，但是他从那个年代里面他能够推动一个宗教的改革他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推动使到当时代的人能够聆听的，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法兰西斯就是因为他创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宗派所以他死的时候呢教宗立刻的把他按成圣人。通常你要成为一个圣人你死了还要做过了很多年但是他一死，教宗就把他安立为圣人。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教宗怕他了，因为他创立这个宗派人很多。这个法兰西斯一直的批评这个，一直的批评这个教宗。所以他所谓的注重这个绝对的贫穷，就是要反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的教王，他们是很什么很有钱的，很奢华。就像你去这个，现在你去玩，有没有大概去这个梵蒂冈里面看到这些梵蒂冈看到这些神父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你在梵蒂冈看到这些神父怎么每个都拿一个公事包的，对不对？就是好像是穿了这个牧师袍，但是就是好像全都是 businessman 也是真的，他们是很有钱这个是真的。好所以为了反对，因为大家对教王有很多的批评批判就是因为这个法兰西斯，所以他一死了就安立他成为什么圣人，然后表示这个人是什么？不是反对党，是什么？是我们自家人。
所以他能有这种的成就，就是他这个谦卑所学出来。我们同学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在牧会也是一样，有时候在牧会里面也是是蛮谦卑的，有时候我们教大家怎么讲道，但是我在教会讲道以后呢，我的弟兄姐妹出来，牧师你讲道不好，让我去教你怎么讲道。我说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听到不是用什么讲道法的，这角度啊，他是从这个我喜欢听就喜欢听，也是就是这样，都是很，我不能跟他讲，你说什么，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哎，不会，全都接受。谢谢啊，好好建议，好，下次再讲吧。就是这样。啊？啊，当然会挑啊，一定会挑啊。有时候我刚刚前两天才修这个电话，他说牧师有人投诉你，我说投诉我什么？他说你早上见到他没有跟他打招呼。我说我最近是比较忙，因为就是我本来还有两个同工，他都去了别的教会当这个主任牧师，所以我现在早上一来就要弄英文堂，也要弄中文堂，可能比较，然后我要还要车人去教会啊，啊还要车了，然后所以要、把他带过来啊，载人还要载人还要来了以后，就是可能。我说时间就是很紧，可能我是太紧逼了。要来了以后，然后讲员有时候请了就外来的讲员来了，要跟他打招呼啊，说很忙。然后弄好以后，我自己差不多、好了，讲到了啊。所以，但是你不能讲解些东西。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下次我见到你，我跟你打招呼，不好意思。哎，对，不好意思，是我不好啊，眼中其实有你，但是。可能昨天看不到你，你都是点讲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很忙啊，你是什么？也不能啊，他就所以都是谦谦卑卑的啊，就这样。好，那第三个，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太懒，长桌准备啊，不要太懒，懒惰。啊，不是，啊，产作准备啊，不是他，因为彼得前书三章一节是什么？115页，书里面115页，有人问你们心中什么？对，你就要怎么样？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对呀、这个准备是好重要的。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就大学里面，他是念这个 grad school 的，我跟他谈论福音。谈了复印以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这些学者都是蛮聪明，他说你有没有，他不相信圣经啊，我就跟他说圣经是值得相信的啊。好了，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方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是高等批判，什么是低等批判，你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啊？哪里告诉我吧，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因为我讲了一点点，讲的不太好，我也是跟你差不多了哈，讲的不太好。他说：“哦，原来你是怎样相信圣经的？因为他意思是说我懂的，给你什么？给你更懂，给你更懂的。所以他跟你解释以后，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辩论圣经是可信的嘛，所以他就问什么是啊，他根本不用说，他答了以后就是他都说，哎，你真是，他就是他说你是怎样相信圣经是有权威的可信的，他说哦好了，不跟你谈了，我走了，他说我回去再去看看，哦，一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讲的不好，所以就要好好准备。就是长桌准备，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呀，啊，
上不就是不就底本底本说吗？对对对对，那低等批判是什么？啊，不要讲了，刚才讲了，讲的不好。啊，我不讲了，你就是慢慢。你讲，你不讲不行，不讲。现在，所以我们就说嘛，就是说，有时候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啊，啊啊啊。不讲的话，你这个例子举的一点都不好。好，我们慢慢再说，这是。好，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好不好？啊，他就说嘛，要常做准备，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证明，基督教的神是存在的，那我们必须要关于他们反对基督有些的论点，对不对？也会谦歇一点，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就是他们都懂啊，他就问你了，但是你答不出来，就他们就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你不配跟他谈，他们就走啊。所以彼得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人他如果他是真心，他是有问你的问题的，他不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去刁难我了，只是他有他的问题的啊。彼得说要常做准备，在我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不是每次都能答得很好啊，但是答了以后就知道哦，那叫回家怎么要再花一点功夫啊，常做准备，因为生活里面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慢慢在谈的时候就有人会问同一类型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怎么就已经准备好了，按照彼得所讲了，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的他的意思。所以这个所谓的不要懒惰，要常做准备，是我们当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哈。不要以为单单看圣经就可以了，不可以的。我们来神学院里面去念书，我们是要明白其他的东西，因为几千人他都明白了啊，只是他不相信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的知识才能跟他去对谈。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单单在神学院里面去念圣经，为什么呢？也要念这个所以你念来念书，你不是念什么启示录啊，什么以赛亚书啊，什么书什么书啊，对不对？还要念什么？还要念院长的系统神学，还要念这些物教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系统神学的东西就是它是诠释圣经的方法。我们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多人，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不能说我单单念圣经。其他我都已经听不进去的，不行啊啊，这个不能我个人认为了，就是这个是不能把圣经好好去明白，因为可能摩门教也是看圣经啊，耶和华见证人也是看圣经啊，他们有时候看的圣经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解释不同。他的理解是歪了楼，好，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是歪呢？我们说正呢？啊，这个也是，他就问你啊，为什么我们解释的是你说是歪，为什么你解释是正确的？啊，对啊，那这个就是有很多的重点了、啊，解释 啊，就是看，因为圣经从一开始出来，这不是单单。我另外一本的系统神学书就讲了这个要点，就是说因为圣经出来的时候，这不是单单有这个圣经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规定了用什么方法去解释的，对吗？啊，我们现在对你讲的其他的这些都明白，对啊，所以所谓是唯独圣经，你听过吗？唯独，有些同学说马丁路德不是说唯独圣经吗？我就单单圣经，为什么你说还要
你解错了，他所谓的唯独圣经意思不是这样。当他去跟天主教说明，其实圣经差不多嘛，对不对？但是他解释圣经已经解释错了。我们宗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是说原初的基督教初期教会在这里，对不对？在了中世纪的时候，590年，怎么这个 中世纪的天主教跌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回到圣经去？590年有这个大贵欧利这个教王啊，他统一的这个整个教王啊，所有的权柄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其实什么，好像宗教改革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不对？10月31号他做这个事，其实之前已经有在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更好像天安门事件。对，有代表性。以前其实已经是民主啊，要追求嘛。但是这个事情是，就是，对，有些重要的事件产生出来。好了，然后我们这个图形是怎样画出来？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中基督教才是正宗，天主教不正宗，理由是什么？所以大家看一个圣经，但是大家对圣经的解释不同的。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围绕初期教会的这个对圣经的解释。这个时候，圣经出来的时候，已经规定了有些的解释，比如说神是三一神，比如说救恩就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得这个救恩，对吗？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才是跟。虽然我们这个教堂都没有，但是从内部来说，我们这个东西才是围到这个圣经去，看到吗？所以圣经一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单单有圣经这么简单，圣经出来的时候已经规定了有些方法是怎么解释的。你不能说是耶稣是神，你不能说哦，这是给耶和华见证人怎么讲，先讲这给面子他们。他说啊，圣经称呼耶稣是神的理由乃是耶稣是天上派来的这个 ambassador。 我们其实他不是神嘛，但是为了尊重他，他是神派来的。圣经也称呼耶稣是神，譬如说这种的解释方法当然是错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反对嘛。为什么反对啊？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解决东西啊，在初期教会已经有这个亚流派嘛，还记得吗？已经有了，我们就围绕圣经。所以你就看到不能说我是单单看这个圣经啊，然后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圣经以外一些的所谓的系统神学的东西，看到吗？就像圣经里面有三一神这个字吗？为什么你相信三一神了？你自己看圣经能看出来吗？当然不能啊。对了，所以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初级教育里面就 有一些对圣经的规定一切的解释的方法，这个都是三一神，这个都是系统神学，这个都是教育传统，看到吗？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说我只是一本传统，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教义的传统，使徒的传统。我们不是讲什么这个一些天主教所讲这些额外的传统，这就是不好的。其实你已经我们基督教是历史的基督教，我们不是第四章里面讲的吗？还记得吗？在这个历史的基督教里面，历史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已经规定有些的教义，譬如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信称义，对不对？就是单单依靠耶稣得救，三一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角度去看圣经了。那标准不还是回到圣经？
标准当然是还是回到圣经。我们意思说圣经出来的时候不要走太远啊。圣经出来的时候已经有规定了，有些教义的传统它是帮助我们去传释圣经，所谓的唯独圣经是这个东西，可以吗？我们接受圣经的时候不单是接受圣经，还是什么？还是接受圣经里面它已经规定了有些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基督教是有历史的传统，从这个历史传统里面，解释只是一些比较次要的教义。对，我们现在讲的是大陆啊，这个就是你没有什么什么前迁徙啊后迁徙啊，基督教还是存在的，但是你没有因信称义了，这个还是基督教的吗？对啊，没有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的，还有基督教吗？就是嘛，我们要辩护的这几个东西，你不要辩护。有啊，有，也不要走太远，越走越远。对，对，这个是系统神学的。我另外一本书写，这些都是我第一本系统神学，就是写几个东西，就是让你去明白，这个重要性的。有时候为什么我跟你谈，你说我单单看圣经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是不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是不行的啊。我不是要来反对，我只是说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因为他们不讲几个东西，他们就不能去 justify， 不能说明他们才是正统的。为什么天主教是跌下来的，对不对？是怎样的去，你看到吗？所以你回到历史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基督教是个历史的基督教。你要辩护的，你辩护福音啊，好不好？你辩护的是什么？你辩护的目的是要重新让人去明白我们这个历史的基督教它的好处，它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东西。那你把这个我们历史的基督教里面一切的重要的教义你把它拿掉以后，那就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对吗？赞同吗？对啊，所以我们要辩护，要明白这个就要常做准备了啊，请讲。对啊，所以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天主教徒。这个是很标准的穆道友的问题。他这个是很标准的穆道友常问的问题。对，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天主教徒，然后我也相信天主教里面也有基督徒。所以什么是所谓的正统的基督教的市场呢？不能说都是正统啊，就是要，所以这就围到这个我们说嘛，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就把哪个时候他们就把一些教义，把它以前所相信的把它整理好出来。那比如说最开始是天主教，最开始不是天主教，最开始那会儿基督教还没出来啊。你得往前开，开到5890之前，开到那时候你不能搁当这儿。对，索权比较聪明。对对对，天主教，有时候大家讲天主教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Roman Catholic Church。 对呀，这个以给他掌声。是这个时候开始，以前的初期教会的基督教叫什么名字啊？不是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所以罗马大公教会跟大公教会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是罗马教会，是教王的东西，看到吗？这个相差很远啊。
所以他就说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哎，你们是我们是大初级教会就已经有罗马，不是没有罗马教会，是大公教会，只是590年哪个时候，所谓的罗马宗教才出来，好吧？那这个清楚就因为我们要辩护福音嘛，对不对？我要辩护真理嘛，我们知道这个才是东西。好，那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刚才谈的时候都已经发现里面要常做准备，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做准备的，你怎么能跟他去辩护福音呢？啊，好吗？好了，你看谁说要常做准备啊？彼得啊，彼得要说常做准备。所以，但是耶稣有用一个例子去说明，他说：“如果你不准备呢，那你怎么样？”耶稣有一个例子是十童女的比喻，五个准备好有了，另外五个怎么？哀哭切齿。对，他没有准备，他没有准备好，所以油不够，油不够就是快快去买油了，因为新郎比较迟来啊。但是他买油回来以后，新郎哎刚刚好已经进去了，门关了。啊，最后他们能进去吗？不能进去。还有在圣经形容是在外面咬牙切齿啊，大家已经进里面享受这个羔羊的欢宴，吃得很开心，但是他没有吃啊，在外面是不是咬东西而是咬牙。好了，那这个例子就是他是对基督徒讲的，他说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这是不够常做准备。所谓的常做准备，不能单单看圣经。神要用的人，神要用的人。所以他们是那些没有备油的愚笨的童女，就是那些基督徒，可是仅仅得救而已。不知道他得救还是不得救。这倒是。这是大事儿，这大事儿。其实你看到门关了，不能进，他得救还是不得救？这个门是地狱的门。院，我们认为是不能得救，但是院长认为是得救的。院长，这个改革中，这个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老师，你还是跟我们讲清楚。老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吗？什么观点呀，老师？这个不是我们，也是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务教，就是要准备。要准备。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重点就是让你就明白耶稣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耶稣称呼这些没有准备的童女是什么？愚拙的。愚拙的，对了，就是这样。其实他们也是然后他就不来了，他就走了。这些人是得救吗？根据希伯来书所讲的。老师就说，他们这个问题就大了。希伯来书的对象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对呀，基督徒也是我们了。这是世纪学的问题了。那老师啊，现在这你的，所以现在给毛鹅鼻的都已经说话了。所以不是，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我们暂时不要跳进哪个东西里面，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耶稣自己对这个准备这个事情啊，这个责任感啊，基督徒应该拥有这个责任感。责任，他的基督徒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责任。就是要去常做准备，要警醒这个责任。对呀，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比较严肃，他有点
是说这些人是愚拙的。耶稣当然可以这样讲，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主嘛。但是我喜欢是彼得，彼得他也在这里要我们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过人。但是彼得还是牧师，他不是主，他不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比较没有那么是 骂人啊。所以呢，彼得的理由是什么呢？彼得理由你不准备，理由是什么呢？书里面116页，勿要更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什么？对呀、啊，这个吼叫的世界是魔鬼，啊，这个魔鬼啊，就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到，如果这个在旷野里面狮子出来了，他在哇，你会睡着吗？我看这个，无论是羊还是牧羊人都不能睡，不能睡着啊，他一定会出来。要警醒啊，所以彼得就 我喜欢彼得的用法，他不是说用这个石铜铝去告诉你，哎，不准备你就怎么，你是愚拙的，你是怎么做？不是，他乃是比较走到牧师这个角度里面去讲，哎，你要准备啊，为什么？不准备，结果是什么？对啊，被吞吃了，看到吗？所以他是说。你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对呀、啊，所以你没有，对，好厉害啊！你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神的话语好好理解清楚了，最后是什么？最后魔鬼来的时候就把你单去走了，拿着。哎，对啊，好像有些，你不是说这些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异端，他们都说嘛，他们酸仓了，他们说我们的信徒 90%。都是你们带他信耶稣，我们去叮当叮当把他带来我们的教会，不是吗？就是这个意思，你带他去相信神，但是他们对圣经解释 不清不楚，还然后他们就告诉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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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教导他们祷告祈祷灵修为教会，但是他们教导他们是教育的事情，这些你都做了，这些基督徒都做了，但是他不认识耶稣是什么，他就告诉他耶稣其实不是神，是人，所以救恩你还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很可惜的。那我们讲几个，不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异端，现在的异端他们是怎样讲，哪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所讲，没有好好准备，最后怎么样？狮子来了，吞吃了。对呀、啊，所以彼得比较是鼓励性的，他就鼓励他们，哎，要常做准备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也是蛮鼓励我们，蛮鼓励我们，就是我们也是需要怎么？对呀、啊，要 struggle， 要在这些圣经的知识啊，这些神学的知识啊，这些物教的东西里面呢、啊，虽然有时候练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在挣扎里面慢慢练，慢慢练的时候，走一段路以后你就回头再望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人。有时候我毕业礼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女生，她的老公请我吃饭了，我说为什么请我吃饭呢？我那吃的时候她说，我太太跟你练神学三年以后，她以前我发觉她都是很笨的，她说不得，他说现在我讲的东西他都能播我了，所以他这个是好事情啊，就是学习了，他其实他的功力已经给他先生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的领域里面已经是不同的人，这就是我们就说要常做准备的。好，就是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怕困难，好不好？特别是年轻人。我十多岁的时候全不懂，啊，对，全不懂，英文不懂，啊，我来的时候是英文不懂，我还是十二十三的字，英文
15、16岁我才知道英文的 alphabetical， 然后我后来发现原来英文是有26个不是24个这个 alphabet， 也是慢慢念啊，这是准备啊。但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拿这个西方哲学的啊，我的学位是 honor 的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就是你努力的时候呢，开始是很困难，但是慢慢走一段路程，你再回转过来怎么样？不一样了，现在更不一样了。你这个就是这样，不要气馁，努力啊，常做准备啊，那就一直走下去，那你就能够给神大大的使用，好像这个约书亚一样，他说我说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怎么能在这些有智慧的人里面站立起来啊？他求神，神就给他嘛。好，所以鼓励大家要自我增己啊，增己，增加你的价值，增值。增加你的价值，增值。刚刚说590是因为有开始教皇制之后才开始堕落。教皇出来了吧？才出来。对，就是。那个时候的教皇还没有那么坏。不是那么坏。大会决定那时候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没办法，需要有教皇做决定，并没有那么腐败到已经堕落下来。他的神学已经很坏了。这个时候已经很坏了。他的道德不太坏，但是他的神学的思想，他的神学思想已经完全偏差了。从救恩里面，他已经一开始就是已经就是人得救以后，不是单单依靠耶稣得救。所以你对啊，所以为什么590年是从他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天主教已经违背了以前的这个宗教的初级教会里面的纯正的这个思想，可以吗？是真的。好，还要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依靠自己，要怎么？对啊，要依靠圣灵的带领啊，这个是我们好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找个同学念119页那个加文怎么讲啊？119，可以看到吗？神的话像什么？太阳，太阳是普照所有听到的人啊。但是呢，有些人他听到以后还是没有听到，为什么？有些人他们看到太阳还是没有看到太阳，为什么？对，对呀，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说有些人你跟他辩悟真理，你把真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什么？他还是不信，不但不信，不明不明白，还说不合理。理由是什么？有时候理由是因为神的话语无法进入我们内心，理由是圣灵没有开他的心，他能听明白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圣灵祷告，圣灵的没有圣灵的光照，他就不能明白。特别是这些关于救恩的，就是圣经所讲嘛，没有神的动工啊，没有一个人他会称呼赞美耶和华是神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圣灵动工。那圣灵动工呢是怎么样呢？圣灵动工从人的角度而言呢，就是圣灵的光照谁啊？光照人的内心，使得他相信嘛。对呀，所以其实人也有这个责任，人也有责任，然后圣灵也有这个他就是有神的，两方面都是，其实都是从圣灵而来的。真的有一个人他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依靠是什么？依靠是圣灵，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不信，你不要也是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怎样呢？书里面的120页，加尔文继续讲，他怎么讲啊？对，徘徊在浮华和错误之中。所以圣灵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去依靠这个圣灵啊，这个是讲得很好的。这个加尔文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辩护的时候啊，我们不但要除去他的有一些的障碍，有些理性的障碍，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步想明白，这个人不相信耶稣，不单是有理性的障碍，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个人性的障碍啊，这个东西，这些个人性的东西，那我们就是为他祷告，只有圣灵才能光照他，让他去明白他有这些障碍，然后他要把它除掉他。这就是第四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回到最基本的啊，这四个主要的态度。哎，对，好，我们第七章讲完了，有什么问题？哇，问题就是说什么是低等批判，对不对？低等批判就是说因为我们圣经的原初的版本已经有，还有吗？最原初的圣经的版本原稿没了，我们最早可以拿到的是这个，好像是5世纪啊、6世纪啊这些版本，然后这些版本呢，有些是支离破碎的，有很多不同的嘛，然后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合起来。所以低等批判就是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出来，好不好啊？啊，是怎么有这个？好了。高等批判是什么呢？高等批判就是圣经完成了，这个是这个 canon 这个正本，好不好？但是圣经要怎么去解释它呢？所以高等批判就是讲一些圣经评鉴的研究。圣经评鉴研究就是 biblical criticism， 评鉴啊，批评的评，对对对对，嗯，评鉴研究。英文是 biblical criticism， 啊，有些人翻译就翻译成圣经批判研究，啊 ，biblical criticism 嘛，但是批判这个字英文是没有负面的意思，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批判这个字是有负面的，所以对，就没有那个负面的意思。对了，我们就现在的翻译比较好一点。对，这个分别，所以圣经课的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有不同的这些解释圣经的时候有这些圣经评鉴研究是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从最基本的什么5个 W， Who， What， 这些 Where， 这些都是评鉴研究里面他要让你去明白的。我们信徒神学有另外一种的方法，是吧？评鉴。不是，哦，再讲一遍，低等批判这是怎么把圣经把它合起来变成一本圣经，好不好？哪里有几本圣经以后，你怎么去解释圣经是这个是重要问题。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哪里怎么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就是，高等批判。解释圣经的方法，这是高等批判，啊，这个是评鉴圣经评鉴研究。这是其中一个对圣经解释的方法，这是圣经科的老师，他要念书，你要念圣经科，你以后就是念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要以后跟我跟院长一样，我们是神学科的，啊，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这是比较从这个教育的传统去解释圣经，啊，这是另外一种的功夫，啊，所以要看看你。再看看一些圣经科的功夫是怎么样，我们的功夫又是怎么样，所以你两个都懂，好起来，你就会越来越厉害了。那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就讲第8章，谢谢大家。